这个节日就是为了庆祝两族大战先族胜利的日子。我们水云天每逢此日都会庆祝大战的胜利，封印月尊的节日。你干嘛？吓死我了！大强，做节日糕饼也不用这么使劲吧？节日糕点。对呀，你不会没关系，我来教你，慢慢来嘛。你看，就把这个糯米这样子用力的拿手去捣它，那把它就这样子捣的像一坨泥一样，待会儿就可以做一个糕点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是不是？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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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。以后不准用手去抓了，汤也不知道想点办法，果然蠢。你懂什么？接下来才是重要的步骤。像什么？东方青苍啊！你看他长得青面獠牙，张牙舞爪，太搞笑了！对对对，这个就是先战神赤顶女子的朔风剑，对着东方青苍这里这么一插，然后再就住手！